行，你们最后一天了，这事都疯了是吧？甚至最后好奇磊子姐到底说了什么。自从你来了以后，兰姐就舍弃了我。你就为了我不抢他吗？你俩换个新了不行，你俩换个新了不行，我跟你讲，我俩那心都是没有那个什么的，我跟你说，我已经付了那个人，我要放他假，你给我放手，一个人吧，我们不共戴天，你知道吗？你给我放手，让我好一会儿，一个人放着，好了，我你说我也凭什么你能付不得，人家最开始是喜欢我的，怎么现在变成了这样？行，我就回你，你回我。出事了！我给你讲，得罪谁都不要得罪他。